Hello， 我是莫家俊啊。今次我是代表香港太陽小妹咧去呢個 IFA 比賽咧參加 Y Cool 同埋 May 妹嘅比賽嘅，希望我可以攞到個金牌翻嚟啦。OK， 多謝。Hello， 我是龍子晴啊。咁我今次第一次打 IFA 啦，咁我就打48公斤嘅，咁我就希望有牌啦。我就死了。你是邊個啊？你講嚟聽下。你是邊個？佢係羅卓峰啊。你打幾多 kg 啊？係啊，佢點解冇乜聲咧？因為咧呢幾日減磅減到好盡啊，所以佢而家有啲辛苦啊。佢想快啲上機休息。我哋係去土耳其比賽啊。好，跟住香港代表隊蘇翠欣，今年13歲。你參加咩比賽啊？大師傅同埋妹妹，係即係兩個對打。妹妹係咪咧香港第一次去比賽啊？係啊，我同佢參加。係好。精神。啊，我係伍卓賢，今年13歲，都係參加一樣嘢。參加咩泰拳對策妹妹嘅比賽？好，大家黐埋一齊影幅相。好，係啊。好，阿爸爸咧。呢、这個是啊運動員蘇卓一個爸爸，他自費咧就跟埋一起去幫手啊，支持下個仔。希望能夠即係支持啲隊員啦，香港運動員更加好嘅成績。